不许再玩刀叉了。你刚才在家把叔叔手都划伤了，给我。现在安康是我妈妈的干儿子，也就是我弟，我罩着。如果你敢欺负他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我妈叫过来？我喜欢安康还来不及呢。来，想吃什么，叔叔给你夹。来来，咱们吃薯条。我要吃那个，吃那个。啊，哎哎，小祖宗。我要两个薯条，一个这个，还有这个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都是小祖宗，安康。来来，这是你的叉子，这个。